个他买大概是200万人民币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弄个两地牌的话，那300万到底，300-400万到底多少？那你们说知道了？前些个到直接办到你们的基地，你跟这个淘宝一个就是汽车几个话，这一查就知道了。现在中国大陆现在价值多少钱？15万，对啊，一查就知道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买这一台回去，晚上300万，在中国买要买300万，在中国怎么能买得起？我想着我的预估了，如果他这样算的话，对，我是这样大概预估。这个两地牌可能要。